2月9日，女网友在微博爆料吴奇隆和刘诗诗终于要发布喜讯了，刘诗诗怀孕已快3月，看来今年要迎接宝宝的降临了。刘诗诗和吴奇隆两人都是娱乐圈的大腕，但是两人一直相恋得很低调，从来不刻意炒作两人的婚姻和恋情，一直低调的默默的爱着对方。对于吴奇隆和刘诗诗来说，最希望的估计就是赶紧怀宝宝，因为早在两人结婚的时候，记者问两人关于生宝宝问题的时候，吴奇隆就大方表示要生6个，连害羞的刘诗诗都在旁边默默的补了一句至少生2个以上的宝宝，可想而知两人对宝宝的期待。